碰又聊。正常打啊？什么意思？他刚刚正常打，他说他刚刚正常打什么意思？我是拜托你乱打，晃。哎，干那张是什么？我竟然没看到。上面算了，摸起来了吗？我看能不能。这掉很明显吗？不是摸起来。干！哇！被大家发现碰。被大家发现碰，我有这个。这样不好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狐狸就好了。只有我知道。没狐到。走。你是什么五号车？算了，让他洗出来了。好，加油！谢谢。我要翻了，我要安上新的。抽错了。真是。你刚抽来的哦。发现。碰。可我的肌肉已经僵硬了。我的肌肉已经，我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这里了。小心丢筋。丢。丢！这是妖怪手表的歌吗？哎，连二六台。我是播音，每周六晚上麻将直播，更多关于麻将的影片，还不赶快订阅起来？